3月16日，郑爽在个人 APP 晒出了和男友张恒的小日常秀恩爱。这两条动态出来之后，却传出郑爽粉丝脱饭的消息，称粉丝不满郑爽频频晒男友。据了解，去年郑爽因为录制综艺节目而跟张恒结缘，并且发展成为情侣。郑爽丝毫不避讳跟张恒的恋情，经常公开秀恩爱，让人大呼撒狗粮。对此，郑爽霸气回应脱粉的粉丝：“我爱张恒，张恒爱我，你不爱看，没人逼着你。两个字送给你，拜拜。四个字送给别人，我爱你们。”有粉丝力挺称，无论和谁在一起都是他的自由，只要小爽幸福就好啊。还有我们都还在，不要代替我们脱粉。更多精彩资讯，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